老一辈是毋是拢无医生，拢伫厝里生，对。啊生未出，爱坐咧以后生啊。迄咱是无饲过，咱是毋知啦。啊，迄是因，去当阵阮来整理啊，因讲迄是生囝，伊爱坐咧生啊。以前人都拢伫厝里生，无医生去接生。啊，即摆是即、這个时代已经无啊啦。所以我嘛唔知要怎生啦。那个，我生个，摇出来了，那个生个啦。我是跟小妹生，小妹生，小妹生。啊，这样子而已啊。啊，你倒生啊？哎，我倒生。朱慧玲，安怎生？安怎生？我不是是要建议伊，进前那个局长，那个庄朝公，有真正现在气生哦，你看嘛哎，啊，迄个相片翕起来，赶快来再调起来。真的，他坐在外面，他就坐着，怎么生那么矮矮的，夹着夹着，有病嘞，就那种牺牲嘞，真的，我刚好看到。张朝芳，你有看到？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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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刚好现场要饲的，因为我感觉可能大家拢歹势。来，我们请春香姐姐来。所以，因我来吼，来小讲一下啦。因为我本身是草娘啦，啊，阮阿嬷吼，古早阮阿嬷吼，伊是三宝，吼，咱无医生，啊，阮阿嬷是三宝。啊，这为啥物？咱古早人结婚的时阵吼，拢有一个面盆，面盆架啊，有无？啊，洗面吼。啊，搁来着，迄拢囥咧房间，搁有这个坐家椅啊，对，这个一定主要一定爱，一定爱。啊，这个就是吼，咱若是咱即摆是毋是产期到的时候，去予医生巡，啊，若是腹肚疼的时阵吼，他们就在房间等，不是在床上等。他们是在房间等，肚子痛的时候，他就拿来坐着。他坐着是为什么？他坐着这个坐着。咱若是要生囝的时阵，在拍生的时阵，医生拢叫你去爬楼梯，你去散步。为什么？那因为我们女孩子的胯骨这个地方，它是坐着，这样坐着它就会开，这样会开。有道理。这个就是给胯骨宽开的那个，就是比较快啊。而且肚子痛，你倒咧温床，酷酸，而且坐咧椅啊，啊坐咧椅啊，搁坐咧温清静。迄个手吼，扳咧，迄个门窗诶，门窗刀，啊，恁家去夹咧，就是这样嘿。因为我细汉诶时阵吼，我捌看阮阿嬷吼，甲阮妈妈接生的时阵，她就是这样，我妈妈就坐在那里。你不会咧？哦，姐姐，你帮我一下，这样，还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是谁家依赖原来？为什么用三卡？嘿，一下是爱用四卡，有啥物用三卡？普通一般我看过，这只才三卡，这只三卡。所以我头拄啊，我是讲是讲，这是生囝以后，但是伊的形吼，跟我以前我做囡仔看是完全不同款，它就有一个弧度，而且它是三个角。那普通一般计增个，一般可能就是一般人的计增拢是四卡，对啊，拢是四卡。然后是圆形的，也有四角形的，大部分都是圆形。那做结针拢是五年，五年较好结掉，所以拢是五年物件。嘿，啊，我较少看到这三卡，啊，这三卡的缘由我都。所以你做的生囝以后，不是五年的。对，是五年，啊是的，嘿，啊嘛有人四卡，啊嘛毋捌看过三卡的，嘿。嘿，啊你这三卡的缘由我都较无了解，谢谢。